Feel Beauty 的朋友大家好，我是 Angus。 我一定会戴润唇膏，因为我的嘴如果有超过一个钟不搽润唇膏，我就会开始甩皮。眼药水我都一定会戴的，因为不眨眼很重要。记得留意 Feel Beauty 每个星期的美妆和运动片。